随着短视频的兴起和手机拍摄技术的提升，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开始用手机进行视频的记录。然而很多人只是做到了记录，并不是创作。目前关于手机视频拍摄的教学内容也有很多，大部分公开的教程内容为了传播效果的目的啊，往往会更简单粗暴地展现如何直接拍出某种效果，如何剪辑酷炫的节奏等等。然而关于手机视频拍摄更为基础和本质的内容却少有涉及，比如如何更合理地握持手机进行拍摄，如何更好地设置手机视频拍摄参数等等。这些直接导致了很多小白用户啊，明明对照着视频学却拍不出同样好的效果。这也是我们做这套手机视频课程的初心，更加基础更加系统性的课程内容，让小白用户们能够理解并掌握手机视频拍摄的原理，不再是这里学一点那里看一些，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。这套课程适合什么样的手机视频初学者呢？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升格，什么是帧率， 4K 和 1080p 究竟选择哪个好，那么这套课程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些基础的概念。当然除此之外，关于视频拍摄的构图和运镜，关于延时摄影、慢动作拍摄等手机自带的拍摄功能，关于如何挑选和使用各种手机视频拍摄的配件，以及关于后期使用 APP 进行视频剪辑调色等等，从这套系统的课程里，针对小白用户们的痛点，我们逐一讲解和击破。当你学完这套课程以后，你并不会立马变成视频大师，但你一定会对视频、对手机拍摄有着更加系统的理解，对自己以后的视频创作和学习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。你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，根基打稳了，我们的视频创作才能走得更高更远。那么我们课程中见吧。